雪飞，夫人。夫人，空的啊！胡闹！圆帕怎么没了？不知道啊，我就放在盒子里了呀。没有圆帕，怎么证明自己是清白之身？哎呀！莫非不是之前婚前失贞的传言是真的？我去！如此贵重的物件也能弄丢，我看这分明就是做贼心虚，故意藏匿。我堂堂玄平侯府，岂能容一个不清不白的女人来玷污门楣？今日我一定要让雅儿休了你。侯爷别生气，不过是原帕没了，并不代表雅儿媳妇真的婚前失贞。再说这桩婚事可是圣上定下的。哼，圣上赐婚又如何？他拿不出原帕被休，圣上和李将军也怪不得我。来人，在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拖出去。是。慢着，父亲母亲不妨先喝了弟妹的茶，若是他的原帕也有问题，那正好将我们俩一并处置了，也省得再费一次事儿，不是？呸！我的原帕才没有问题，你自己婚前失贞，还想拉我下水？父亲，请喝茶。母亲，请喝茶。还好明儿媳妇乖巧。雪飞。是夫人。夫人，是喜帕。夫人，还有一条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这就这点手段还想害我？老娘腿都蹲麻。柳静树，这次你终于败在我的手里了，我再也不是第二了。这什么奇怪的脑回路？这是没想到吧？还是弟妹想的周到呀，连原帕这种东西都会准备两条，这样的话就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是不是婚前失贞了。一定是你干的，你一心想要害我。好了，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这同日休妻又同日娶妻，二弟，你我之间是真有缘，恭喜恭喜。恭喜什么？当然是恭喜我们能停妻再娶，再当新郎。还有，荒唐！爹娘。
是儿媳妇不好，儿媳妇一时糊涂，那条空白圆帕是大嫂的。哦，侯爷，敏儿媳妇虽然有错，可现在重要的是眼儿媳妇确实没有落红，风言风语的这要传出去，侯府的脸面可就丢光了。原帕已经找到，没有落红，你如何解释？小人，小人，关我什么事？既然如此，母亲，这事儿可能不太方便大庭广众之下说。哼，你现在知道要脸了？我要的可不是我自己的脸，是世子的。你作风不正，与世子何干？既然母亲如此执着，那我便说了，我至今仍是完璧之身，其实是因为世子他，因为世子他不能人道啊。你胡说，本世子浪荡青楼多年，何曾有过不举之完？青楼女子嘛，身如飘萍，又怎么会冒着得罪您的风险说实话呢？况且这喜欢逛青楼的可不就是太监吗？不是，我原以为世子浪荡名声在外，我根本不屑，本来想着嫁过来可以和和美美的过日子，谁能想到竟不能圆房啊。可怜我身上自婚，如今真是要守活寡了。不是你，你什么你啊？你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，那你自己跟父亲母亲解释啊。我这，你个孽障，整天的花天酒地，身体都掏空了。我这侯府若是交给你，咱们都得去列祖列宗啊。侯爷，世子啊，这天都快黑了，你穿成这样做贼去？这不出门找点乐子，难道留下来和你圆房啊？世子啊，你现在可能真圆不了，如今这侯府上下都知道世子你不太行。干嘛？夫人，为夫行不行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被逼无奈才跟你这种登徒子共处一室的，你跟我放尊重点，你要真想干什么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还不愿意跟一个悍妇共处一室呢。哼，不错。哎呀，挺好啊，你走了正好我趁着天黑探探你们侯府。